二月二十六日，奥运冠军全红婵又有了新的动向。他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中心外接受了媒体采访，这应该是为了拍摄一个外景。全红婵穿了蓝色的羽绒服，全红婵又做出了老干部派头，将双手背在身后。全红婵这段时间一直在国家队集训，就连春节也没有回家。全红婵走红之后，没有接商业广告，也不参加商业活动，但是对于一些公益活动。 以及采访还是积极配合。这次的采访有专门的摄影师和采访记者。全红婵穿了红色的运动裤、蓝色羽绒服，背手而立。看到有网友拍着，他扭转头看，露出了笑容。全红婵还是留着锅盖头。从照片上来看，全红婵似乎又长高了一些。全红婵老干部造型在全运会期间已经上演了，当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许多人调侃。 全红婵将在下个月满十五岁。他在前段时间参加了与速度滑冰世界冠军殷忠岩的视频连线，两人热聊了游戏。全红婵的讲话表达能力还是没有完全锻炼出了，当然也需要继续锻炼。相比之下，陈芋汐和张佳琪面对镜头淡定多了，尤其是张佳琪，从小就习惯了面对镜头采访，一点也不怯场。全红婵的热度在最近一个多月降了下来。 他也趁此机会在苦练。全红婵的跳水主要是靠质量取胜，总是拿到犹如教科书般高规格的完成分。他的难度并没有优势，不过以全红婵的能力，接下来就要争取上更高难度了。国家队的竞争也非常激烈，新的奥运周期可能会有其他新星冒出来。就像在东京奥运周期，张佳琪、陈芋汐和全红婵先后崛起。